当贾斯基有副部长等一行到达金门之后，就在军防部副司令官的陪同之下，首先在举光楼听取金门简介，然后并且在举光楼的顶楼实地了解金门的地理形势以及其对自由世界防线的重要性。此外，他们也参观了金门政经文教建设的进步情况，并且深入军中参观坚固的地下坑道和固若金汤的各项军事防御建设，对金门的坚固和壮大留下深刻的印象。